这次的意外引起了媒体与社会大众的关注，志颖与家人们都无意再浪费更多的社会资源。针对这次的意外事件，这会是最后一次公开与大家说明志颖的状况。他很抱歉，这是手术的内容，因为碍于私人的因素，没有办法跟大家公开。后续志颖呢，也会需要一些时间进行休养跟复原。目前的状况，他有逐渐好转，他目前的意识是清楚的，也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。接下来在长庚医疗团队的专业评估下，将会进行手术。他很抱歉，这是手术的内容，因为碍于私人的因素，没有办法跟大家公开。后续志颖呢，也会需要一些时间进行休养跟复原。这次的意外引起了媒体与社会大众的关注，志颖与家人们都无意再浪费更多的社会资源。针对这次的意外事件，这会是最后一次公开与大家说明志颖的状况。另外，也请媒体朋友们给我们一些空间，不再打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